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的阳光直接洒到我们的床上了。太阳，加州的阳光是无价之宝啊，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房间也能够享受这种阳光的普洒。所以就是，写读书笔记的时候，或者早上朗诵的时候，阅读英文书籍的时候。当我们去洗衣服呀，还要去洗澡啊，放松的时候，然后去下面喝牛奶、吃饭的时候，这都是一些美好的时光，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上天的恩赐啊，所以就是要放下包袱，开动机器，积极加油向前进。2022，我们相信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，也付出这个艰辛，也付出自己的智慧，相信我们的美好生活会越来的越美好。也感谢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给我们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也是我们有了更多的前进的动力，让我们迎着阳光，向着阳光而生。而去，做一些人生有意义的事情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，然后去大胆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去完成自己的环游世界、走遍美国的梦想。加油！你是最棒的，加油！Oh yeah!